不传之传也。圣道者圣而不可知之之谓也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，上德不得，下德执德执着之者不明道德。零零零零零五B。尊儒书不争之言行，是今无争之行此一。法出于无法动，官民弃士民，上士也下士，则不然。下士之心好胜，常自满自见是自。今伐至争之有也，禅有为善之谓己得无必谓之无也。上士反是上士会得以千字。目不自见是不自矜，法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太上所谓上德不得是已有得，及此一也。执着之者得上不明，何以明道哉？众生所以不得争道者，唯有妄心，即有妄心。零零零零零六零。即精其神，即精其神，即者万物，即者万物即生贪求，即生贪求，即是烦恼，烦恼妄想忧苦，身心便遭浊辱流浪，生死长城苦海，有失真道。下士好争执得，唯有妄心所以然也不得。云常灭妄心，不灭照心，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；一切不动之心皆照心也。妄想一蒙邪正分书机，一发蒙古判，可不免灾妄心。不止生种种差别，因愿至于社会独处，或积落因趣未有，不始于妄心也。学道之零零零零零六B。是故当警时，始若不警焉的有中妄念时，蒙不自知觉神为心，一心为物，千纵三失知赤甚为六欲之扰，扰喧的不着物噎者，物之故贪求心生，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妄想种种相怨无有解脱，至于忧苦身心变遭浊辱流浪，生死长城苦海，有失真道良，可悲哉？所以妄想之心疏回之根本也重，生所以不能真道者，为妄想心不灭所以然也。真常知道悟者自得的，悟道者常清净矣。零零零零零七昧。现在此生亦从妄想中来生，生而后有情欲情愿，而后有忧苦妄增怨情，直入轮回。前无始而后无终者，举世皆然为悟道者。照心常存照破，种种愿相皆是妄幻物令染着照心，既存妄心无能为也。久久纯熟决定正清净身，做事见者真常知道的矣。所谓照心者，即天心也；真常者，即无妄也。了悟此心，则有妄之心，复以无妄之道成。以无妄所以自复也，亦曰复其见天的知心乎？到这里先界幽为心，皆先照至于无。零零零零零七B。如不动了了常知至觉至灵，常心常净真常知道至是净，以圣人之能事必矣。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注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 can second repository. All content created by us is licensed under ACC BY-SA license. http://www.canberry.org/text/kr5c0151c
斜线零零零。